各位，这里也要再按一次吗？怎么有红包？13包呢？为什么一开台就有？我之前也有过。嗨 ，Hello 大家，而且真的可以抢哦， Hello. 真的抢得到东西。等一下，我们用关账抢要给谁？不知道啊，你给他们抢 啊，你给他们抢。没有没有，有些人显示的出来，有些人看不到。是哦，对，我之前也是这样。Hello 大家，谢谢孝贤的新知。谁谁？你们看得到红包吗？有人看得到红包吗？嗨，然后我们现在是镜像吗？我们是不是要反？对，他刚不让我按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样子，这样画面一样不对吧？一样对吧？应该相反，应该这样才是正的。Hello， 艾斯，大家有红包哎，你们没看到吗？那我继续抢喽！大家午安，午安，午安，星空蓝，午安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，等一下。他们看不到红包哎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谢谢九蛋的星之冠。慧香午安 ，Ken 午安，正了，在充电，本来就很正。怎么知道我们在充电呢？对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因为会卡吗？如果会卡的话，就先拔掉吧。是吗？还是这里网络的关系？有电流声，哪里有电流声啊？他们说有杂音，那拔掉好了。等一下，给你拔。OK。开吗？这样子。谢谢信哥送的学生证。他为什么定不住 ？Hello， 发呆客。他为什么定不住？刚刚明明就可以。为什么一拔掉就？等一下。还是。为什么定不住 ？Hello， 小叮当。是有吱吱声，现在还有吱吱声 吗？可是我们没有在充电了耶。那所以其实不是电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插着电，让它的那个不会倒，这样子就不会倒了。神奇！我们要边充电呢，因为不然它就会没电，或者是……为什么大家都说有电流声？还是冷气啊？还是邱品涵？你说你在哪里？你哪在放电？Hello，Hello， 点点，阻断，爱的不能确定你，嗨，只有 Mina 那边有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怎么听得到？什么意思？谢谢企鹅的星之冠。刚刚在看晴雯，真的、啊？晴雯是谁？晴雯是谁？平涵的姐姐。哦，是吗？对吧？对吧？对啊，我吓死我！我以为记错，芝芝在好门前，哪有啊？那怎么办？很不舒服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安静。没有啊。谁在放电？我不知道哎。这里没有对不对？你有听到吗？没有，我真没有听到声音哎。这里很安静哎。谢谢谢谢孝贤的告白气球。Hello QK 男子。仓鼠放电。哪有电的声音啊？没有啊。谢谢嘉宏的学生证，谢谢。喊出来吧，没有，他没有在这里。嗨嗨，你哪克制一下？好，我克制。真的没有吱吱声。只有你们听得到，这跟我们刚红包一样只有我们看得到的红包。等一下，有吱吱叫，其实是仓鼠在叫啦。仓鼠的声音。谢谢福贵，真的有很不舒服吗？我听到。真的有为什么？可是这里真的没有，我们这里听真的没有。真的有可是我们刚刚拔掉也没有消啊，那个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？仓鼠跑来公司，是不是在天花板？在天花板躲着。你这样会塌掉，我跟。好，我现在马上下指令。叫我的仓鼠君们，对不对？不要躲在天花板。好搞笑！谢谢 CKUMK 的星之冠，谢谢你。旁边有什么电器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这里真的听到没有声音。可是手机君在悲鸣，还是因为还是太多手机？这里有三只手机，应该也不是这里的关系，我觉得。两位几岁？这个八我八岁。我有四岁，好了，我15岁，你真实年龄是快要23岁了。对，我们今天
去。对，白眼笑死。还有吱吱声吗？为什么会有吱吱声呢？谢谢建轩的枫叶。谢谢建轩。一个老人，一个小孩。还是是冷气的声音。你们现在还有吱吱声吗？已经好像已经关冷气了。对，刚刚姐离喇叭或电器太近，因为我们这里有三只手机耶，是不是？还是这个关系吗？我要把手机关机。还是有哎。有啊。哎、欸，嗯，为什么？还是手机的关系啊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嗯、怎么办？附近没有喇叭，这我们这里真的听不到，没有声音。没关系，有外接麦克风，没有没有接麦克风、欸啊、所以应该不是麦克风的问题。谢谢杨公公，谢谢微尘 的什么枫叶。枫叶，等一下再跳他。爱子说一个15岁，一个25岁，哪有25岁？谁25岁？你这样子说雨林就不行了，我跟你。啊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。哦，你想要成熟一点。没有，不是，是说你啊，对，所以我可以，没关系。啊，我以为他说你25岁。啊，是啊，不是。开静音，不可以。开静音。虽然我知道我现在，我今天声音没有很好。什么雨林26？渐渐我看到了。谢谢四季分享直播，会不会是电磁波干扰？我跟雨林的电太强了。啊、我们两个合起来是那个发电厂。发电厂。Hello 毛怪 ，Hello， 你呢？好好过好了。知音老人，干嘛？才不是，不是我最近直播讲太多话了，因为我连三天直播，明天也有直播，所以我声音有一点不行。哦，辛苦了。对，然后我感冒还没有完全好，应该是手机的。烟酒厂有吗？我现在烟酒厂。我国籍，不好意思，我高一了。我多喝一点水。黑流星一直帮我们白眼。潘之怡，声音变小，他一直喝水，他一直去上厕所，笑死我。Hello， 嗨嗨，在雨林这边的，还是有电磁波的声音，有吗？还是我们要、啊、谢谢 Jeff 送的新之冠，谢谢 Jeff。潘怡，哦，双胞胎吗？他们说不用管电流声。好哦，那就对不起了。电灯呢？抽座位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我们先聊天嘛，聊聊天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Mina 口红配衣服，口红配衣服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今天口红比较红，比较桃。等一下我，还好吗？我喉咙有点。今天开多久？今天看我们，看我们高兴。谢谢笑神的啾啾你哦。啾啾。好，可以，应该没关系。好像也还好，没什么差，还好。对。性感红唇。Hello， 本人神推。Hello，Hello， 谢谢分享直播间，谢谢郑红豪，谢谢阿翔，木桶伯何在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木桶叔叔今天没有上班，他周休二日，文魔请自重，嗯哼哼，哎、欸，我跟他有照片哎、欸、，kiss 的照片，是在谁那里？我存的吗？还是？团员有谁比雨林小？晨晨啊，哎，晨晨还蛮多的耶。晨晨也是这次生日会的，对，我们的晨晨成员，对，五位之一。晨晨，晨晨在哪里？晨晨在这里。哎，我们刚才发现一件事，就是照片的晨晨比雨林还要高。对，你看，你看，雨林才到晨晨的这里耶。超伤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啊，我们刚刚的结论是，因为我的那个身体比较短，啊腿比较长，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比较矮，这样。比例的问题。比例是谁？不知道。雨林的黄金比例。黄金，你是黄金属。哎、欸，有人说事实如此，你要不要辩驳一下？事实，你有比晨晨高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晨晨好像踩到我。
哪里？哪有那么矮？可是我记得，我记得晨晨他说他有150哎、欸，150公分。里面之余最年长。干嘛？不要说出来！不要说出来！我他是黄金鼠比例。直接说没有。晨晨一脸会长很高的样子，我也觉得哎、欸，因为晨晨的样子比较成熟吧。嗯。对对对对，感觉 他的样子比较长，感觉长大之后不得了。黄金比例是日本人，黄金鼠黄金比例。孝贤怎么了？孝贤等一下要叫救护车。为什么？孝贤你怎么了？我帮你急救。CPR。一脸不高，这个吗？比例给我出来。偶一偶一吗？第一邪星，为什么是邪星啊？邪星，他们嘛，这边造谣，谁是邪星啊？你是邪星、啊，原来如此。他们是我的衣服加 S 变超人，哪有啊？超人的衣服要再紧一点好不好。超人在这里这样，超人的衣服很紧的，这个袖子要这样子，然后超紧，然后那个你是宽松版超人。肌肉，超人就是要穿紧身衣。今天看直播啊、哦，因为有两个，是不是？Hello，Hello， 小叮当，嗨嗨，太谦虚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过奖了，过奖了，我不是血型啊，你们过奖了。Mina 真的是血型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捐血啊？啊？为什么呢？哦、oh, ，因为孝贤要叫救护车，他们要帮孝贤输血。哦、oh, 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紧身衣穿起来，可以。他要穿红色裤裤哎，不要啊，内裤外穿。这是时尚吗？时尚，走在时尚的尖端。超人肌肉不足，哪有？哎，雨林，你有肌肉吗？我有肌肉，啵啵啵啵啵啵啵。这个肌肉，我有啵啵啵啵。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他太瘦了。有，我有。太瘦。我有啦。我有吗？看得到吗？有啊。哎，这样算有吗？我看看。你没有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可是硬硬的，但是看不太出来。不是那种肌肉，就跟你讲，我是肌没有肌肉，时尚尖端都被刺到，太尖了，笑死！我们两个都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只有肥肉，啊，他只有骨头，不好意思，鼠肉，哦，都好瘦。我想到我前几天看到一只老鼠在路上血肉模糊，好可怕。为他摸还一秒钟，哇！我的同类，他说了不要到处在马路上乱跑，而且不听。对，然后对一张老鼠，对一张什么叫就是扁的那张。谢谢杨公公的口红，谢谢。那我们来自我介绍好了。对，我们还没有自我介绍哎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。好，那你先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仓鼠担当 Mina 潘子怡，大家午安。好，换我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正式成员赵雨林，那子米。谢谢吉米周的枫叶和 Akira 的掌声。你好，小千。嗨嗨，25岁 Mina， 四只。谢谢爸爸的，谢谢臭爸爸的口。为什么臭爸爸？哎哎，美姿美仪的潘之怡，哎，这个不错呢，只是不太适合他而已。没有，我现在做的很端正啊，美姿美仪。谢谢去掉这个阿华华的学生证、谢谢你们的礼物，爱死眼睛叶张总。好。谢谢强大山的 Kiss 猪猪。好，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哦，我们最近聊一下，我们在讨论生日会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就聊到了我们五个人喜欢吃的东西跟不喜欢吃的东西。对，你们哎，考你们了不了解我。什么叫鱼鸟？那什么东东？没有，很不熟啊，我们很熟好不好？很熟，我们都亲过了耶。是这个定义的吗？可是我现在跟我在一起，但是我现在感冒，所以我不能亲给你们看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要传染给你。It's OK， 我的抗体还蛮强，不喜欢年纪比他的。
葵瓜子吗？他喜欢葵瓜子。哦，好像吃完了，一个礼拜就吃完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，我们来放个音乐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看看哦。Hello， 响叮当。那我要说到不喜欢吃的食物，来考考你们了不了解我？你们知道 Mina 不喜欢吃什么食物吗？不喜欢，我猜猜。你们都知道我最喜欢葵瓜子了，对，但是不喜欢的。我来猜猜，你不喜欢吃苦瓜？苦瓜好吃。那是好，那茄子，茄子。大家很了解我，大家都说饭。为什么都知道？因为我直播有说过，哦，真的，我不太喜欢吃饭。他上次拿着米汉堡跟我们说，啊，我其实不太喜欢吃饭。不是啊，可是那个米汉堡的米不是一般的白米啊，就是它有加别的东西。那，但还是饭啊。你们是米粉，你们是米粉。Okay，对，我喜欢米粉，不喜欢吃饭的。哦，那你们猜我不喜欢吃什么？我不喜欢吃苦瓜。雨林是小孩子，小孩子都不喜欢吃苦瓜或青椒啊。快猜，没有味道白饭。对啊，白饭没味道。我都吃吗？哎，还是你们了解我。茄子，我不喜欢吃茄子。我不喜欢吃茄子。其实蛮多东西我都不喜欢吃，还有南瓜也不太喜欢。挑食的小孩。茄子是完全不会吃啊，南瓜是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不喜欢吃。那雨林今天穿是南瓜的颜色，也是南瓜色啊。Hello， 杰哥，饭加猪油，那是以前人家的那个吃法。饭加猪油，好肥啊！就是猪油拌饭啊，因为很以前猪油拌饭。嗯，我是猪，那个很喜欢用猪油拌。哦，你难过，你的同类的油。南瓜，哦，南瓜浓汤我可以接受，南瓜浓汤很好吃。炸茄子，那你可以吃南瓜，就是不喜欢，但是可以吃。今天什么主题？今天要抽那个啊，要抽座位，抽座位。但我们现在还在聊天，对，等一下，不要紧张。不然你要我们快速两分钟就抽完了，那我们就待会就拜拜了，讲。秋葵也不喜欢。那你们猜那个好了，你们猜那个吃货李梦纯不喜欢吃什么？我觉得默默应该没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吧。我记得他有跟我说过他不喜欢吃什么。我想一下哦，他说他不喜欢吃什么去了？秋葵？好像，好像秋葵不喜欢。但是我们团有分两派，就是一个是超爱秋葵，一个是超不喜欢秋葵。对，就是没有中间的这样子。因为每次不知道吃什么，就会想要吃秋葵。嗯，秋葵牛冻很好吃。有默默还啊，默默好像还有一个不喜欢吃。有人说默默不喜欢没得吃。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一直就什么都吃。默默好像还有跟我说一个东西。默默，他们说默默不喜欢吃减肥药，因为我不减肥嘛。对对对，可能是哦。他不喜欢吃菜瓜，你们知道菜瓜是什么吗？洗碗的那种菜瓜布。你自己去吃，再见。是那个吧？腌的那。Mimo 是谁啦 ？Mina 叫默默吗 ？Mimo 是谁 ？Mimo， 胡瓜不是胡瓜，是菜瓜。你们知道菜瓜吗？菜瓜跟那个啊，对，是丝瓜啦，丝瓜。对，我们上次好像啊，丝瓜做晒干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那是变成菜瓜布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那是菜瓜。哎，丝瓜、菜瓜、沙沙分不清楚，他不爱吃绿色系。矮冬瓜。为什么？哎，还是菜瓜等于丝瓜？不知道，但我都叫丝瓜，我也叫他丝瓜。默默不吃绿色的食物。应该还是会吃啊，不吃的话不行耶。对啊，丝瓜好吃，我也觉得丝瓜好吃。丝瓜台语叫菜瓜，哎，哦，真的，所以是一样的哎。是啊，原来如此哦，我以为他讲错。哦，所以是一样的。有没有考虑米娜的感受？他比我高啊。对吗？你说谁矮冬瓜啊？我说我矮冬瓜。你看，没关系。你看。你看，我比雨林高哎，这叫比例好好吗？说到底，比例是谁？好，不要再叫他了，乖，比例回去休息哈。雨林比较矮，两个矮冬瓜，我还是比较矮一点啦，我承认。我哪有？我不是，我不矮，我四舍五入是也没有高到哪里去。我四舍五入有160公分啊，真的、哦。
矮冬瓜组，对，哎，还不是，我们是圆脸组，对对对，我们是圆脸组合。Mina 15，哪有我157啊？四舍五入的160啊。对对，啊好，四舍五入，差三公分，差三公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很久没有量。160有差吗？当然有差，有有，还是有差的。十公分差很多哎、欸，十公分至少有那么多吗？我哪有差那么多？喂。喂，熊妹打电话。喂，熊妹，你拿四舍五入200公分，要脱鞋子、欸？有啊，有脱鞋子啊。太高有时候经过某个地方会撞头哦，真的太高也不好。真的、啊、那我想要刚刚好，我想要160，160到150是我在讲，160到165是我的理想理想身高，但是感觉长应该不太行。你拿额头7.5公分差在这里。原来是差在额头啊！遮住我的额头。雨林够高了吗？你们都不让我长高，对不对？雨林不可以长高，雨林长高就不是，就不是八岁了。哦，是吗？米娜在仓鼠界算高的，没错没错，我在仓鼠界是超高，所有所有子民，对，所有子民都是这样往上看我，太高了。好好笑，额头也不低。好，不要聊到额头这件事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没有太高的困扰啊，对啊。是吼、哦。因为我看到很多外国人，他们去搭台湾的公车或是捷运、嗯，然后他们、那個、对他们进去的时候都要这样子进去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很羡慕呢，我连碰都碰都碰不到，碰都碰不到，他们还要低头，真的是额头太高困扰，我不会撞到东西啦。额头太高也会撞到东西吗？那你们回去上一个话题，你们猜晨晨不喜欢吃什么？谢谢傅维的香氛蜡烛。谢谢傅维。Hello， 新来的各位。脸颊擦可能撞到东西，最好是太大了，是不是？不要这样嘛。晨晨讨厌吃仓鼠。有谁喜欢吃仓鼠？仓鼠不可以吃，我是保育类哎。晨晨不喜欢吃。晨晨不喜欢的东西应该跟雨林差不多吧，就是小孩都不喜欢吃青椒苦瓜，对，他不喜欢吃青椒，猜对了，对，他不喜欢吃青椒，讨厌吃亏，粉丝们最讨厌吃亏了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喜欢吃南瓜，我记得他有跟我说过，他就是一个小孩子，所以你也是啊，你也是小孩子，还是有差啦，对，红萝卜好吃。红萝卜，我不能吃生的红萝卜，可是煮在汤里面，鸡汤什么里面的我可以接受。那咖喱里面不是也会放吗？哦，那个可以，那个可以，因为没有红萝卜味。红萝卜有一个红萝卜的味道。可是我觉得红萝卜生吃跟煮都很好吃。没有，可是它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，就是红那个波味。波跟哈密瓜有哈味一样。波味是这样吗？好，那美玲不喜欢吃什么？你们猜有美玲的粉丝吗？土味红味红萝卜有一个红味，对，生吃不好吃，我也觉得。蚊子，蚊子就算再怎么讨厌它也不能吃它吧。纳豆吗？纳豆感觉日本人应该都蛮喜欢。纳豆我没有吃过，纳豆我不太敢尝试。纳豆是什么？纳豆超好吃的，我去日本的时候每天早餐都吃纳豆。真的吗？因为很便宜，日本可是纳豆黏黏的呢，好吃啊，像鼻涕。哪会不行不行，纳豆超好吃。玫瑰花你没有试过的话就不知道它的美味。喜欢纳豆不能吃，它是一个人啊。好啊啊，是啊，好。纳豆很臭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吃过，不好意思。我觉得还好，就是豆的味道啊。臭豆腐好吃。好，我要公布答案。美玲不喜欢吃三色豆，但是三色豆你们应该也不喜欢吃吧？因为三色豆，我不喜欢三色豆里面的豆啊，因为它的豆是沙沙的那种。我不喜欢三色豆里的红萝卜。啊，你不是喜欢吃红萝卜？可是三色豆里面的那个红萝卜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真假的，你不早讲，它是冷冻过的那一种。然后它的味道超怪哦，它的是那种有一点 QQ 的红萝卜，就感觉烂烂的红萝卜，就很怪。我怎么都知道答案？因为我问过啊，不是我们上次讨论过这个话题，所以啊，很多人都说三色都不能吃哎、欸、啊，可是为什么在便当店就是很常会出现三色豆？因为便宜吗？三色豆不是
很常你要立法禁止三色豆香菜。夏威夷披萨明明就很好吃、哦、我不喜欢夏威夷披萨的那个凤梨，那就是凤梨罐头的、啊、所以你不喜欢吃凤梨罐头。 我喜欢吃凤梨，可是不喜欢凤梨罐头，就是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凤梨罐头很好吃，因为它超甜。是吗？就你不可能会吃到酸的凤梨。我喜欢单吃水果，但是我不喜欢水果加在比如说饮料里面或者是吃的东西。你不喜欢，你好怪啊！怪吗？哪有啊？凤梨罐头你看很好吃啊！哪有啊？咦，不好吃。我凤梨单吃很好吃，但是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夏威夷披萨的凤梨是，你烤过时它是热的凤梨。哦，对对 对, 对, 对。那你是不是不喜欢吃糖醋排骨？糖醋好吃啊，但糖醋排骨通常会加凤梨、啊。可是我不会去吃那个凤梨。还有那个凤梨虾球，我只吃虾球，不吃凤梨。对。反正你就不喜欢吃凤梨，不喜欢吃那样子的凤梨。嗯，对。罐头，哎呦，不喜欢。水蜜桃罐头没吃过。对 Mina 来说什么都好吃。对啊，我就说我很好养啊，我超好养的，随便买给我吃。它是杂食性仓鼠。杂食，我什么都吃。凤梨虾球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超好吃，因为你喜欢吃凤梨虾球吗？喜欢。我什么都喜欢，其实。那个吃那种家常菜，一定要去点那什么糖醋排骨啊、凤梨虾球，我就可以配一大碗饭，哦，超好吃。肉粽里面包凤梨，有这个东西。爱食家自己包的樱桃罐头，樱桃罐头是什么？就是每次那个生日蛋糕上都会摆那个腌制过的樱桃啊。你不觉得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吗？它吃起来不像樱桃，但是。因为它只有一个，我就想吃，就是是吗？物以稀为贵。OK OK， 是饲料。鲱鱼罐头，鲱鱼是什么？我怎么那么多不知道的东西？鲱鱼罐头就是超臭的那个东西啊！就是因为他们是，那我应该是没抓那个鱼，然后直接丢到盐水里面，然后放很久拿出来直接吃，哎，就是它没有煮过，哎，哎呦，不行，世界臭，对，好恶心哦！不行不行不行。发酵味，你失臭。哎呀，好吧，那种樱桃感觉好像色素很多。是，嗯，哦，好像那个奶油弄到都会有粉粉的。嗯，虽然那是假樱桃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真的樱桃吧？可是腌过都怪怪的。Hello， 塔瓦哥，午安。哎，那我其实不太知道我们为什么上次要讨论那个。啊，那我问你好了。好。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蛋糕？什么口味的蛋糕？应该巧克力的，巧克力的吗？我也是，可是我喜欢那种上面有满满的鲜奶油，然后加巧克力，加布丁，听起来就好罪恶感。对，真的要减肥了，该哦哦天哪 ，Oh my god！ 我们在聊生日蛋糕，对对，我喜欢吃巧克力的，我也是巧克力派，好，我是巧克力派，不是那个巧克力派，是。就是喜欢巧克力，提拉米苏好吃，提拉米苏赞。你吃过提拉米苏吗？有啊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而且一定要冰冰的吃。对对对，要像那种冰淇淋，香草冰淇淋，中间有一层。没有芋头你要吃，跟诗雅一样，诗雅也不吃。那你是不是不吃波士顿派？你们知道波士顿派吗？我在花莲常常就是什么有人生日啊什么，就常常订波士顿派，然后它里面也是有鲜奶油，然后外面是海绵蛋糕。然后中间有一层布丁，底下有一层芋泥。波士顿派，我不太知道是怎样。真的，反正可以吃就好了。这个我很好养，我很好养。是哦。那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？其实我曾经想象过那个蛋糕上面加 Oreo 什么的东西。哦。不觉得这样一定更棒吗？只是要减肥减一个礼拜以上。不要全部吃完，拿去分给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分给大家的，热量分配一下就刚刚好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雨滴口味的，有布丁就吃。冰淇淋蛋糕，哦，辣椒巧克力是什么？我小时候超喜欢吃冰淇淋蛋糕，真的。对，就冰淇淋蛋糕，每一年生日都要吃，就整个就是冰淇淋做的，所以其实它不是蛋糕，它是冰淇淋。对，冰淇淋比较多。那它有蛋糕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，好像没有哎。其实它就是冰淇淋，可是小时候超爱吃的。哦、那种我好像只吃过那种苏打饼跟苏打饼中间包冰淇淋那种，我没有听过这个冰淇淋。嗯，一定很好吃。不要鲱鱼罐头，咦，鲱鱼蛋糕，什么叫仓鼠味啊？
听起来有点仓鼠味，听起来就很香，一定很好吃。越看越饿。是吼。Hello， Hello， 新来的各位。澳门有冰淇淋蛋糕吗？台湾也有啊。马吉。仓鼠不能吃。对，仓鼠不能吃。你那天你就不能吃蛋糕的。不是，他们意思是仓鼠不能吃，不能做仓鼠蛋糕。可是可以把仓鼠画在蛋糕上面啊。哦，也可以。没有啊，我们在想生日会有什么蛋糕？对，希望会有。希望是巧克力。对，我希望是上面有 Oreo， 虽然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卖 Oreo， 好像没有看过这个东西。哦，要抽座位，要抽座位。对，那我们先讲一下抽座位的那个规则。对，好、哦。我怕我讲错，所以我看一下，就是这次的会以区间的方式去抽，每五个号码一个区间，然后我们随机抽出顺序，就是比如说一号到五号就是我们等区间，对，比如说我们等第一张抽到可能65到70，那就是他们在一到五号的位置，对，然后你听懂吗？然后我们会就是抽的时候把这个顺序，因为我们总共有20，因为五个一个区间嘛，对，然后所以总共有20个区间会抽，对，然后比如说我第一个抽到65到70的话，他们就会在第一排，对，有懂吗？了解。对，对，从第一排开始，对，跟公演入场方式一样。对，如果有去过日本看公演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子抽。哦，那先把差不多是这样子，签筒拿过来。好，哎呦，那我拿签筒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抽。那雨林来抽。我先抽第一个吗？第一个很重要，好可怕哦！来，集气一下。第一抽会抽到谁呢？我们要开始抽了。谁想要坐第一排的？来，不是好不好？请十连抽吗？抽不好会被抢，因为我昨天有担心过这个问题。真的吗？那我有说，如果我左手进去抽，如果他抽不好，我就右手打左手。哦，对，那你们没有抽到，不要怪我们哈。我会帮你们打抽的那一只手。好，我要来抽了，抽第一个哦，好紧张哦，我自己也很紧张。来啦，第一个是谁？抽不好就拍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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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偷看一下。我的幸运数字。来啦，一二三，噔，71到75。71到75号的朋友们，有吗？那我把它贴上去，有没有？71到75号的朋友们，有没有？谁？有吗？居居，我的幸运数没有啊，就7跟1嘛。有吗？我贴了。就是这样子。哎呦喂呀！好。不知道是谁。你是7。好啊，不要走嘛，不要走嘛。好，那我来抽第二抽。好，叫！不知道是谁。我好怕！不行，你们不可以没有抽到，你们就讨厌我们哦。哦，有一点点。26到30号。有吗？26到30号的朋友们。走了，还没抽完。第二抽应该也是在第一排啦。但是其实我觉得，因为这次的会场，其实坐在后面也是看得到，好像几排而已吧。你在里面，不要退票啦，干嘛这样子啦？哦。谢谢阿 K 来香氛蜡烛。把机票和饭店都退了，有话都有偷打的。你拿着手，不行，59。但是其实抽这个区间也只是先入座。对，
对。但其实不管住在哪个地方都看得到我们，而且是看得很清楚的。嗯，长方形的场地应该是吧，就我记得跟上一次是不是三四月是一样的场地，我记得 对, 对跟三四月是一样的场地，所以其实不是那种看得到，对，不是那种窄的。对，好，那第三抽，第三抽先晃一晃，晃一晃，好啊，我要抽第三抽咯，噔，抽，退票，退票的话不是会收，只能退 10% 还是多少？是吗？对啊，我要抽咯，哦，来咯，51到55号，谁？51到55号的朋友们，谢谢阿翔的荧光棒。51到55号的，耶、yeah! ！有谁？57哭，别哭别哭，那贴上来吧。谢谢孝贤的告白气球。谢谢雨林，所以 ice 是这个吗？是51到55。真的 ，ice。好，萝莉郎你几号？萝莉郎你几号啊？不要哭嘛！你是几号？快点出来喊出来！抽个80。孝贤51，孝贤51，那孝贤被抽到了，耶、yeah, ！好棒，好棒！67啊，会相67，有人59，加油！来了，我好怕。哎、欸，61到65，刚刚好像有看到有人是吗？来，61到65的朋友们，我一直贴的歪歪的，对不起、啊。哼，差点，有没有？57在哭，真的哎，57在，真的55，然后57刚好跳过了，第一排没了。第二排也不错，第二排也不错。其实真的真的都看得到，相信我们。好，我要继续抽了。现在是第几抽？第五抽了。第五抽。第五抽，来，比大学放榜还紧张。56到60，来咯，一堆人哭晕，不要哭哭嘛吼。萝莉郎几号？来咯。哦。有前面的数字，有个位数了吗？哎、欸，还没有呢。还没有，可是有比较前面。1、2、3，噔噔，16到20的朋友们，有没有？16到20的，来，16到20的，举个手。16，哦，果冻9号是16。谢谢 Jeff 的新之冠。耶、yeah, ！谢谢 Jeff。谢谢 Jeff， 好多星之冠哦！呜、哦，谢谢 Jeff， 谢谢你们。第二排需要用到望远镜吗？你们夸张。好，哎，换我抽啊！对，换你抽。谢谢阿华的口红。来喽，抽啊！怎么办？我好怕哦！你们不要哭哭啦，这样我们压力很大，我好紧张哦。哦，哦，哎。11到15，11到15的朋友们，有吗？有吗？有抽到吗？有吗？几号？有没有？终于，玉成吗？终于玉成是，有没有？有吗？小千几号啊？11到15，11，爸爸，萝莉娘跟爸爸，你们几号啊？好像，哎、欸，我们现在都没有抽到很后面的。没有很后面，没有很后面，很前。对啊。天文望远，今天怎么？再次。对，阿华，我记得你的号码，因为你是我那个审查的时候的号码。哦，好。1到5，综合标标是1到5。对啊，刚刚是拿出来，雨林。对，加油，加油，或者是90几号也可以。来喽。34，哎、欸，也还没出来。对耶，来喽，我先看一下。哦，不骑不带不怕受伤害。不是，各位，
到45的朋友们，有吗？41到45的朋友。茄子有了，哎，母汤人也是吗？母汤人也是吗？耶！第二排 OK 啦，可以啦，用最后一排吗？站的。耶、yeah, ，有了，好，来抽，个位数是没放在里面，有，真的有个位数、啊，我抽到，我看一下，我跟雨林抽到连号哎、欸，对，我们两个怎么每次都抽到连号、啊？76到50，有啦，真的有个位数，这样看真的有個位數。好好哥还没被抽到吗？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，各位！爸爸还没被抽了，爸爸就说平常好好做人嘛。看看你，好，来喽，来继续抽喽。我们一直连号。对啊，来，我抽。个位数没人选，天天是个位数吗？我来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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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后面了。来。86到90号的朋友们，好好做人，结果还是没有。来，86到90号，阿华刚好没有。阿华是83吗？对，不要退票啦！不要退票啊！我看看，这到第四抽，这第一排，所以这第二排，所以这边是第三排，是这样吗？大概吧，我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，要到时候看场地。一排组的人。好，来，我天，好歪哦！来，看你抽第十抽，第十抽。谢谢安华华的口红，等我手快扭到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刚刚是不是有人是31到35啊？好像有31到35。跟绿绿继续直销，有没有31到35的朋友们？好，这边是前35，哎，下前35，哎，下前你刚刚哎，啊，仅有哦，哎呀，有那个，哦，你有三张，哦，原来如此哦，三。有了，棒棒！哇，孝贤，好，第十抽结束了，对吧？小千是36，那看你抱这个，那我拿的，对，这样才看得到。好，可以，小心哦。好，要抽第11抽喽，第11抽，渐渐也买三张，我给你看好听哦。好，来，三张怎么分身？哎。怎么都是后面哈？摄影机占一个位置。一二三，噔噔噔噔，76到80的朋友们，76到80有吗？影分身之术。噔噔噔，那孝贤你要坐哪里？你要坐最前面抽的位置，还是你要跟孝贤换一张？76，第二张中了。爱死的第二张中，你们到底买几张啊？对啊，那我再抽、yeah. 第12抽，哎，抽这个好可怕哦！三个人的团，新颖有了，你要51，你要51，我就给你91，我抽不到，小千在几号？小千应该是87号吧？87号还没，87号不是出来了吗？91到95，可以，我最近很容易手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老了。36，谁36？36还没有呢。对啊，36在哭，小千36。好，小维是81到85，好。我再抽喽。剩没几张了，加油！哎，但还没有抽到个位数哎，好奇怪。对啊。
希望这张是个位数，个位数，个位数。八八跟小千同还不要吧？怎么又不是个位数？可是我抽到你了，小千。36，36。36号。92到40。36到40。36的笑死了，耶！有了有了，好 ，Hello 阿米，恭喜小千，爸爸那爸爸也在这，恭喜爸爸也是36到40吗？他把哥撞了是不是？七还没出来，来抽到13抽了，怎么办？里面剩很少哎、欸，对啊，里面剩超少的，为什么一直没有个位数啊？奇怪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抽不到个位数啊？还是没有个位数？真的有个位数、啊？66到70，59，59，我还没抽到。59，对，66到70。嗯，加油加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来哦。嗯，我每次抽的时候都会跟你脸贴脸。没关系，我们脸颊很多肉。要告诉大家，我害羞。阿给终于真的抽不到个位数的，为什么？个位数谁是个位数的、啊？但是59出来了，56到60号。哦，耶！对啊，个位数好小哦。再送你礼物，好哦。有了有了，小千不是出来了吗？在这里啊。小千出来了，不要退票。应该第四排吧，我不清楚，都得大概对，大概可以是差不多是。来，谢谢阿华华的指南针，谢谢换我抽，对，怎么办？个位数，个位数出来，个位数拜托，我看一下个位数，我感应一下，好像感应不到。啊！我抽到个位数了，耶、yeah! 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抽到个位数了，耶、yeah! ！谁是抽到个位数？哎，我真的感应到了。出来好开心啊！你六号，哎，六号出来了吧？还没有啊，六号还没出来，六号还没有。那可能下一个，你跟1到5号可能坐在一起，可能啊。来，对，抽到福利比较重要。如果抽到福利的话，你就算坐很后面也，那如果可以有福利互动还是什么，就还 OK。对，算四抽而已。哎喂啊！85号的朋友，10号有了吗？10号还没耶，6到10还没出来耶。对，还没有。耶、yeah! ，抽到阿华了，不要退票了，不可以退票啦。说不定 Mina 下一张又在抽，只是一个座位的顺序，好不好？到时候还是有机会。对呀、啊，抽不太重要，到时候有什么福利才重要。福利互动啊，如果有拍照还是什么互动，对。对，但是还不能跟你们讲，我们要玩什么游戏。敬请期待，不要退票啦！五排还好，对嘛？五排还好，剩3抽而已、哦。相信我们的粉丝们都很乖的。那我抽，加油，感应一下，再感应一下。好，21到25，哎，这个是21到25，21到25。我想知道6号在哪里，我也想。为什么一直没有抽到？哇、wow, 剩最后两排了，剩最后两排了，好紧张哦！你们觉得会谁先出来？来喽！杨姐还没出来。哎，剩最后一张了，剩最后一张。那最后一张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6号吧？对，真的哎、欸！6号的时候，哎，只有19张。对，只有19个区间。其实我们的票还没有卖完。对，所以只有19个。对，19张，抽完了。对不起，6到10，对不起，我的 Lucky 7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来，可能我的 Lucky 7是71哦。对，我们没有卖完，所以6到10最后一排吗？6到10就给成员坐。嗯嗯嗯。有人说上次坐第4排头还要一直伸呢、欸。真的吗？不要退票。好了，我们抽完了，不要退票嘛。
对吗？不要退啦，拜托，拜托。志伟签抽签运正常，因为你每天当滴滴到处浪嘛。对，你看他的名字后面，一定是因为是滴滴，所以十八抽有够，还好吧？想在后面用站的，还是你要跟最后一排的人换？哎，九蛋，你确定你会来吗？七十一真爽。七十一是谁啊？七十一举个手，有吗？有在做吗？是健健吗？可以去约会了。赶买七八月不行啊，都要来。七八月就看不到我了。都要去。还爽的。场地格局可以公布吗？就是跟之前一样的场地、啊。就是、上一次的三四月份生日会一样的场地。哎，对了。对了，有一个东西给你们看，有两个东西给你们看，对，有两个东西，先看这个好，先看好，虽然其实都一样啦，是我们这次的水水的纪念水，就是怕你们打call打call啊，好像不用打call，生日还怕你们喊的太、就是、对太伤喉咙，对，要给对，不要，然后这是我的应援色，黄色的，还有我的哪？这是我的应援色珊瑚粉，耶、yeah ！幸福水水，就是偶像的偶像喝的水，也是粉红色的。对，偶像用的毯子也是粉红色的，偶像用的水壶粉红色，偶像吃的粉红色，偶像用的粉饼也是粉红色啊！不要，偶像世界都是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 ，pink 的。好，怎么有毯子？就是因为怕你们。乱看没有，好粉，来哦，给你们看一个东西。对，还有一个东西，很可爱的东西，加，可爱吗？你们猜这是谁画的？对，这是会这次生日会会做成周边的东东的东东的图。雨林画的，什么叫被雨林喝过？那是 Mina 的水壶。耶、yeah!。对，是我画的。哎，大家一猜就知道是雨林。耶、yeah, ，可爱吗？可爱吗？你们怎么没有猜是 Mina？ 还是你们觉得你们觉得 Mina 一定画不出？Mina 只会画仓鼠，是不是？只有某某在吃。对啊。你们看得出来某某是哪一个？看得出来啊、哦。好像蛮明显的、啊，就是吃爆的脸。对，然后因为他有狐狸耳朵，对不对？给你们看一下，猜一下谁是谁。Mina 不可能。Mina 画不出来这个，怎么这样子？谢谢你们，中间狐狸，对，中间狐狸，然后你们知道这是谁吗？很明显吧？这好明显哦。对，这个是雨林，这个有耳朵的是，猜不出来，左上是仓鼠，哎，脸不够肉，你看他们说 Mina 画的没有裤子，所以这个用三句话就可以知道不是 Mina， 好好笑、哦。中间是三颗丸子，三颗丸子，这个吗？这哪是丸子？这个不是丸子，这个是奶油 ，OK？ 这个白白的奶油，这是我们蛋糕。但我们这颜色看起来就很不巧克力。对，黑发是晨晨，这个呢，很明显吧？然后这个是美玲，因为美玲喜欢玫瑰花。我上次有问她说你想要加什么东西在上面，她跟我说玫瑰花，我就帮她加了一朵玫瑰花在头上。67岁生日的，是，我现在才看到，等一下是六月跟七月 ，OK？ 谁67岁啊？一定是 Mina。哎、欸，你们，你才67岁，耳机上，耳机上是你，你是。你是偶像上，你是那个阿贝上的粉丝吗？最老的偶像。617岁，这哪是？这是对你们的爱，是這樣的对你的爱。就是六月加七月的。哎，现在才来，我们已经抽完了耶。对啊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已经抽完了，那最后你是几号？对，我们帮你看一下。期待，好期待那天的周边呢，好期待啊！对，哇。每天都带着那个周边。对，先不跟你们讲是什么。对，
七十二，我看一下，七十六一七不是七十二，哎，七十二第一排，七十二第一排，对耶，我抽的，我抽的，七十二是第一排，恭喜恭喜！不要告诉你，没有没有，不要告诉你们周边是什么，到时候来就知道了。耶、yeah! ！恭喜号，好哦，真的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要到这边了。那雨林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？我下一次明天的晚上八点半。嗯，九点半，八点半。真的吗？哎，怎么办？我是明天九点直播。真的？我们会不会撞时间？真的耶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，我还是确认一下好了，不然到时候是八点半，对不对？可以截图一下那个板板吗？好啊，给他们截图一下，给他们截。先，我们后退一点。哦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好黑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耶耶，我们是大连组合。我脱鞋，咪铃，咪铃，咪铃。咪铃有点像美铃，棒棒。七十一号是不是在最旁边？不是，这是、欸、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就是我们这次是像电影院那样子的做法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的那种。对的。然后之后，公司官方这边会再寄最后的确认信跟你们讲。对，座位，对，所以。所以要记得去 check 你的信箱。上次就是电影院做法，对，不是不是自己选位置，有座位的。嗯，对。所以我是等一下，我明天八点半直播。对不起，我一直搞混，因为我常常有时候是八点半，有时候九点半。好。对，我明天是晚上九点直播。九点，好，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我，然后再看一下 Mina， 再看一下我，再看一下 Mina， 超棒。那，哎，那个佳丽开播了吗？佳丽好像是四点半开播，所以待会看完我们要记得去看一下佳丽哦，她要直播了。对对。辛苦了。哦，他还没有开。哪只米娜？我们两个可以合体。哪只米娜？哪只米娜？哪只米娜？谢谢你们。对，那请哎，生日会六月三十，就是下个礼拜了吗？对，哎，就是下个礼拜，就是下个礼拜。好期待哟！所以，希望下个礼拜的生日会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，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跟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，觉得对啊，就是真的有一个派对的感觉，因为很感动。我去年生日很可怜哎，我去年生日就自己吃一个，就是那种五十块，就是那种小蛋糕，然后自己吃，然后姐姐还在上面插蜡烛，就是四十五块那个。三角形的小蛋糕，然后自己插蜡烛，然后在那边唱生日快乐歌。我是去吃了个牛排吧，应该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就说我很好养。我们这次一起生日一起过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很开心这次。对，我就是边缘人，可是我觉得已经就是很幸福了。芥末蛋糕不会吧？芥末希望不会，不会吧？有雨林 kiss 可以拿。我其实。有想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但是我不要跟你们说。什么目标？我要跟他们说就好，不要跟你们说。好哦。谢谢阿华华的口红，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们哦。所以我们下礼拜生日会再见。牛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牛排。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牛排。Hey， what's up？ 好不适合你哦。What's up？他每次都说自己很帅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的样子跟声音。没有啊，我不讲话就很帅啊。哦，也是也是，还可以还可以。那我就是可爱型的，你是帅气型的。对，我还没想好生日会要穿什么衣服哎。我也还没想好，我们待会一起去挑。开心。好。好。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们直播。那我们差不多要结束咯。对。那我们明天直播见。
对，明天晚上直播见。对，我的，哎，他们要怎么找到我们？打我们的名字就可以找到了吧？对，打名字，有追踪的就会跳出来。哦，对，要念榜，要念榜。对。好，我先来念个榜。好，亲一下，亲你们一下，亲一下。哎，不，亲一下。哎，有没有唇印？有哎，有哎，淡淡的。今天的口红看不清楚。有。亲了，好好好。那我们来念一下排行，从第几名啊？从第十名好。好，好。第十名是阿翔，谢谢阿翔。第九名是强纳森，谢谢强纳森。第八名是 Jeff， 谢谢 Jeff。第七名是北原神推，谢谢北原神推。第六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柠檬。是不是有点卡？有吗？好，第五名是阿华，谢谢阿华。第四名是傅伟哥，哎，他写傅伟哥。啊，傅伟哥，傅伟哥，谢谢傅伟哥。Mina推要站出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叫他们站出来？什么意思？第三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。第二名是 CKUMK， 谢谢 CKUMK。第一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，谢谢。耶，孝贤真的是不管哪里都是我的榜一耶，太棒了！好，今天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陪我们聊天，然后对抽签，对，没抽好，我帮你们右手打左手，左手打右手，我也打。谢谢大家，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喽，谢谢你们，爱的鼓励。嘿嘿，有默契，好奇怪哦。我们今天两个一直讲话，一直重复，对，好奇怪哦。中午的时候也是，对，好好笑。好啦，辛苦了，大家明天晚上见，大家拜拜咯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生日会记得穿高跟鞋，好，我再看看，好的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